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配合教育部草屯南开科技大学，依照教学的特色，深入社区做过推动老人照顾以及产业扶持等等的工作。这次嘛，结合着基南、东海等五间学校举办研讨会，希望分享经验来充实长期照顾的内涵，会当真正帮助着社区来落实各项服务。可以未来。暨大在展开这一间针对这个长照或者中部地区五间学校，依照着教学特色，还有社区的特性，推出着真多创新的计划，进入着社区协助来推动老人照顾，还有产业提供这些工作，有真好的成绩。这边在草屯南开科技大学也来进行着成果的分享，希望讲透过学校之间的互动交流，让社区长期照顾的工作会使更加健全。南开科技大学总共提出了四个大学社会责任的这个计划，那么包括了这个地方关怀、长期照顾、产业链接等方面的这一个议题。这四个计划的这一个执行过程当中，我们建立了地方、学校跟官方的一个合作沟通的这个平台，利用着学校的专业结构资源来解决地方社区甲产业的问题，亲像透过产品的设计，欣赏阿嬷做过好手艺，也是讲带入着新的科技，促进中者身心的健康，这内容互相来进步成长。我们也帮咖啡、帮艺术的这个发展做了很多的规划跟这个遂行，透过这些计划的这个执行，一方面让学校的老师跟同学能够教学相长。有18个社区，我们派老师到社区去蹲点，每个月有一次。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很多的课程，我们希望能够把学生带到社区里面，让他们了解他们未来的工作场域，有一个很大的机会会在社区。除了讲亲近社区以外，好同时来建立着共享平台，和不同款领域会使互相交流。南开科技大学嘛表示，希望讲透过学校团队的加入，协助南大关会使更加来发展长期照顾，再个促进在地产业的发展。记者林明新采访报道。